吃好的烤鸭，通常我们会先选择那个鸭，要它的外皮是保持的完整的，这个烤出来的鸭就比较美。通常一开始我们先挑鸭，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材料塞进去它的鸭中膛，然后我们会腌制，就把它风干一天，然后再收藏冷冻两天。我们铜的锡和烤的北京爱尔兰烤鸭，烤的就是刀工，师傅的刀工，然后皮够脆，然后肉质够嫩。